所以点头不是这个意思喽？对，点头是误会。到底有没有到总统府敲24亿？进副副董事长沈伟志改口，但前一晚被追问同样问题时，却点头默认。那你有没有去过总统府啊？总统府有去过嘛？可是到底是跟哪个高层有谈过这个事情？国防部还为此与蓝委针锋相对，问他有没有去总统府？有。那我请问你，他讲的话就相信，我们讲的话你就不相信？从调查小组的案例来看，你太有信心了，过去过度信心，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。军方全力为自己辩护，但无法解释为何挪用三军预算24亿给庆父。国防部推说是留用预算，不是挪用。庆父这个案子，我们认为他可能造不出来，可是你还把钱硬拨给他。蓝委痛批庆父造船能力遭质疑，还拨款。非常态，绿委则忙着推给前朝，因为两年前庆父提不出输出许可，展延两个月后还无法履约，去年一月才拿到输出许可，两度展延未被解约，疑点重重。要求当时前国防部长高广齐、时任海军司令董祥龙、时任海军副司令朴泽春要说清楚，尤其朴泽春还是行政院调查庆父小组成员 ，IP 球员兼裁判。时间呢是发生在2014年期间，哈，这到底是哪一个朝发生的事情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赖清德暗指马政府才要负最大责任，但鹰派当家也拨款24亿，蔡政府如今想切割，恐怕也脱不了身。记者董永俊、林佳元台北报道。